有点差异，就是非透明的话，透明的应该最好一点。全是透明，我怀疑会因为我们背光就用那个本身上麦型的光，所以它是用 LED， 所以它并不会加高它的那个好一点。Placement edge lighting on the inside. And then it allows for you to see through it. 荧幕的触控可以支援到。哦，我们支援到可以多。